今天就是久违的散步骑车之旅，然后下来搭搭车，我要寻找我的伙伴们，不知道他们去哪里了。这天气好到太夸张了，你看都有云，好可爱哦，我最喜欢看云了。今天没什么人，太棒了。那个的屁股好大、哦、今天进了两个人，大家是很久没看我们久违的聚会了，因为斑比前阵子吵架了没有吵架，但是因为斑比很低能。那你自己讲怎么了？他是想去日本。不是不是不是，是他遇到了渣男然后还不放手，对对对，他一直勾，很幸福。然后我们决定，我们不要跟这种智障人做朋友了。还有，那还是分手啊？对啊，分手快乐。哈哈哈哈哈！开始恶意攻击。他一直说他男友很帅。Q&A 很多人一直问我说我们是不是吵架？不吵架啊。我突然不想理他，太低能。对，但是斑比变超瘦，哎、欸，他看起来比你瘦哎、欸，真的有一点。我很认真运动。哎，我现在体脂才21，啊，可你体脂30？我哪有啊？我还没量哎、欸，我自己。上次是30哦。我朋友里面真的没有几个正常的，我是算最正常的。一个就是会用美颜相机卸妆，一个。被渣男遇到了还不赶快分一分，哎、欸，这个梗我们会讲一辈子，只要你还在我们这一群，我就会一直讲。对，你是不是找到下一任，帮我们讲到那一个？哈哈哈哈哈！不要啦，笑死。一点点的小饭团，吃一个是不够的，毕竟我还没吃。可你脸现在真的变胖。废话，你脸没有比饭团小吗？好凶哦！我吓到哎、欸，什么言论呢、啊？我们现在讨论一个问题，就是问说，可乐跟盐太子是男生女生的菜吗？然后我说我比较喜欢盐太子，然后他说他比较喜欢可乐，他比较喜欢盐太子，你选谁？啊，这样你要给我看哦。我看，不要你那个装，真的选一个。你选太子，哇，那可乐会伤心。没有，可乐跟心不一样，心不一样。因为像刚刚我们就理论出，他说我不喜欢狗狗奶。我喜欢太奶。可是盐太子眼睛很像狗狗，所以我很喜欢。我喜欢狗狗奶。哦。那你喜欢什么？猪奶。你是猪奶吗？没有。没有这样说，不要乱挑拨离间，好不好？我不喜欢你。哎、欸，我不喜欢你，我不喜欢猴子女。猪奶。我觉得演太子唱歌就很加分啊，那我觉得可乐的他讲话声音，我觉得可乐是帅的，可是我不喜欢他。你知道是我们可以这样公然骂他吗？因为他们也不会看我 YouTube。真的吗？对。那我们就喜欢可爱。你喜欢猪男？猪男呐、啊，猪男，我真的不行。猴子你也没喜欢，我你喜欢虎猴子。猴子是怎样？猴子好意思。那猴子就这样。你们两个自己吵，我不知道。猴子就是很瘦，然后比例不太好。不是，随便乱攻击。猪男，我连猪。你装才子，你是浓妆猴。没关系啊，浓妆猴也行。有。特别能不猪哎。我们现在尝试去上面住住看。很美，咔嚓。哎，这个 view 很好哎。对啊，很近很。蓝天真的很美。嗨，您的饮料。The landscape changes around me, on and on. 瞬间下山。呜，我真的喜欢看这种小小粉粉的雾。这边真的是有猪哎、欸。哎、欸，哦，
给大家看一下网美都如何在这种路边拍照，就是要这样，先从一个包包，再一个饮料，采访，啊，就会有我们哦。OK， 我们晚上的大稻埕超多人，太吓人了，所以我们来闪人。你今天是在记录 vlog？ 你现在知道，不然我在拍什么？我不知道，我想说你只是无聊这样子。朋友们，再见喽！再见了，而且今天很棒，有记得录那个结尾。对。大家，我先临时起意的来更新一下我的一周影片，因为小吴约我们拍影片，但我们约的是两点，所以我今天就特别。算了时间，十一点就起床准备了，然后想说两点不要迟到，然后现在已经2:30咯。哎，十五到什么意思？主要是他们刚才发的那个说到了到了，然后他们就拍101的照片给我，你们看那张，请问是给我这样拉到在拍的吗？第一个到是安生，他们迟到是我哎。重点对，重点是什么你知道吗？你要不要把它标签？我标签忘记摆了。重点是他们说他们。一定会第一个到，就最早到的是那个最晚约的，拔得掉吗？是不是很难拔？哎，我烧吧。哦，天哪，大家都觉得你很贴心。是从中立来的人。哎，我说我会迟到哦。对。靠背。谁？你们两个谁最满到？我先到的。哎，他先到，他先进来。我没错，我先到进去，因为我刚也在那边找，我一直以为是那个捷运。我也是真的以为。然后我在一直看 LV， 我就。在哪里？这是我先查的，是我先查。其实是他先进来的。我先进来，因为我刚第一个。不要是旁支。没有你。超漂亮的，应该有吧？什啊？这个我吃不饱哎。你今天贵妇下午茶要吃，因为你要吃这个吗？耶、yeah, ，小吴带我们来拍片，可以吃这个。谢谢小吴。因为我们当时是 AA 制。啊？怎么会这样子？怎么会这样子？他们现在研究双下巴。他们三个都超胖。全部给镜头看一下侧脸。其实最好看是小吴的、欸，怎么可能？我看不到脸。对，他的脸都是很瘦的。我比这个就已经是我了。他现在不敢掀，不敢掀。谁敢掀啊？干嘛要？你敢掀你胸部吗？他有胸部吗？网友有想看这个比赛吗？如果有人想看，我们就拍。看你们这个靠北。跟大家讲，我们这辈子加入最对的事情是什么？烧狮子贵妇双彩的比赛。小吴送我们入会礼，这个香奈儿的，这不是一般人可以拥有的东西，对，你知道吗？就是要这种我们入会才有送。而且这很难买啊！红烧狮子贵妇团，叫！好啦，再次，嘿，红烧狮子贵妇团，好啦！哎，这全部在看我们，我把它夹在裤子上。这个是我们人生中的第一个香奈儿产品，太可爱了！谢谢小吴。谢谢小吴，我们交到朋友了。谢谢小吴，谢谢小吴，谢谢。我发现我胸部特别亮吗？低调的可爱，真的好可爱哦、喔！太感人了。好好收好，之后每次见面都要憋着。对，我爱红烧狮子鬼不团。你真的很多人想加入哎、欸，没办法，已经满员了。一二三。对，小吴你获得永久迟到权。我跟你讲，今天真的是郭玉成最后一名。是我，因为我从香奈儿走出来，真的，而且我在那边真的等很久，我很早就出门了。你看一下王嘉文的那个微笑曲线，因为他一直笑着哦，藏不住的笑。OK。
掰的。我们下班了，那我现在等谁？安生，他跑去逛街了。他是大户，这死有钱。他刚刚上一家才买了一个那个香氛蜡烛，现在又在看。请问他房间到底是有多臭？哎、欸，他好有钱哦，但是没有你有。哇！我这下趟又真的很劣质，好看好看。各位，今天又是拍照日，因为这太久没出去拍照，阿 Q 一起去海边拍照，然后还有嘉文跟斑比，然后我们就出发 ，Go Go！ 啾，等一下，今天的司机哥哥阿 Q， 他很贴心哎，他说他觉得我会。来不及，因为我太晚起床，他直接先来我家载我。对啊，我真被感动到嘞！真是迟到了。我刚刚一度想哭，想嫁给你。要跟我恋爱了吗？也没关系。干！刚前面有救护车，然后大家瞬间让开，然后我就很感动。然后这个人他又哭了，我真的无言。真的荧光。他是什么？你有什么衣服会哭？你跟我讲好不好？那么有爱的画面。我就很感动，但不至于哭。我觉得你夸张了，好扯哦，迟到哎、欸！开门，我迟到吗？我没门找到哎、欸，没有，我们刚刚签到的，我们去那边绕两圈。傻笑，绕两圈不在班里。嘉温找的咖啡厅是我们的第一网美，他真的是很会找，这点是我最佩服王嘉温的。给大家看一下王嘉文有多有钱，他买了一台新相机，他这台拍起来就很像胶片，小红书大推的，欧阳娜娜同款，他想变欧阳娜娜，殊不知，大家看一下他的脸，哈哈哈哈哈，酷剧代言人，真的长得丑，耶，大萌妹，这次带来一台这个樱桃，给大家看你是什么。不用这么近的柠檬塔。OK， 我们喝完咖啡就来到今天的重点，就是拍照。这个真的很像那种外国的小房子，有够可爱的。想自己多拍几张了，没有啊，我自放自放屁呀！那你去自放给他看呀，我看看，我看看，去，就一直跳，一直走。你说我待会要这样子吗 ？Yes. 你说我待会这样子吗？还可以百里挑一啊！然后这样可以这样，你就旋转跳跃，旋转跳跃，旋转跳跃，懂吗？哎、欸，你怎么没拍了？还在拍照，哎呀，好油！你是真的要示范还是怎样？拍照一点，可以。阿 Q 去，快点，我帮你拍。好。你就像刚刚那样。好丑哦！你刚刚那样，你走路啊？你刚刚这样，然后这样。你刚刚明明就这样子教我的。你用走路的。我女生说的。那你刚刚自拍屁呀、啊！你看，就这样，这样子，好不好？然后这样子，这样子，可以吗？好。OK， 走。左看右看。哎、呀！请我们吃的面包跟雪人，
很漂亮。这个是肉哎，跟 cheese 那个不一样的哎。中大奖！耶！我是受屁孩的夜发。我们刚刚嫌他太黑，他现在走出去买粉底液。他是被你逼疯了，王嘉文。因为他脸色太黑了，他在我旁边就很蜡黄，就感觉气色很不好。他真的去买菜，是为他好。好的，我们的拍照时间结束。今天真的状况很好，大家。我不黄了。对你复活了。我跟他们一起了。他刚去屈臣氏补妆。好的，全世界都知道了。而且他被我们攻击到，他整个笑不出来，也不想拍照。然后说，他说我可以开他去屈臣氏吗？他现在笑容满面。对，哈哈哈，哈哈，好了。我们等一下要去的地方就是小红书上面介绍说会长这样，我等一下看到有没有长这样。开车来这个停车场这边，然后我们走走看。我们不是不同天哦，他们很厉害，他们有带衣服来换自行车的，然后就往里面走。其实我们也没有走过，我们就是乱走。干嘛？哇！很美耶，这边没有人，很棒。多对了一点而已，就是没有人。但是这个大家看一下，就是本人看是还可以，但是拍起来真的不咋地。这边虽然有点失望，但我们还是可以拍出我们自己的大片。反正我们单纯为了拍一些可以放的照片而来的。